哎，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灵气，欢迎来到这个视频，我们继续来玩《幽灵教义》。幽灵教义第六章了，已经。这个第四章、第五章过得倒挺快。我们现在要就是把自己的内鬼抓出来。那先升一下特质。快速移动，哦，现在没有，哦，又有两个槽位了，我不需要这么多槽位。我们再升什么？全面侦查是吧？等一下，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啊，铸造室这个，那我们得等全面侦查审完了。这都不太行。这边再审是吧，再审一个人。哦，这边有一个这个，这边有一个基地要去突袭。我们基地现在有谁，有哪些人？验尸官，看一下，这里要六个人进行突袭，我们基地现在有四个人。我们验尸官，这个波特酒、铁纸，这有一个赌圣可以来一个人。这个在飞的是谁？马驹是吗？那等会儿马驹也来一下。然后侦查的话就先他们俩去，哎不对，我们去，对吧？我们有这个特质。是什么？哦，任务经验加成，那我以为是速度加成，不管了。信号分析得到了一个新的人体改造的东西，哎，这个可以。移动范围会减少，但是移动点数会变成四，我的天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，整上整上整上。蓝哥也来一下，快快，蓝哥也来，蓝哥在哪呢？哦，蓝哥在线人啊！我操，蓝哥在线人，这裁缝你去一趟吧。蓝哥你回来，我们要给你又做一下加强。新迪迦改造得到一个成就啊！不知道这个成就是他是，我要不看看切出去看看这个。新迪迦改造是啥意思？改造一名所有数值都在140或以上的特工。哦，那现在我们验尸官，哇操，验尸官这个，我的天，四五二十个啊，四个行动力，四五二十个，这他妈是个怪物，我操，真的是个怪物，我们验尸官。主教又发来了一条信息。他得到了关于变戒指。哦，就是我们那个护卫，现在叫变戒者对吗？以前叫护卫，对吧？你看，好家伙！不是这个，这个斯里山芝加哥纽约之间，自我克制，小棚屋。
前上级护卫的档案。你看，护卫是 sleeping agent 吧，对吧？你就知道了。这么多情况，那验尸官你先去那儿看一看。完了以后，马驹，还是我这边快做完，但是也没什么那个。赌圣这边侦查还要一点时间，赌圣可以前去这边看一看。完了，家里还有这个铁伯特九这些人是吧？马驹去那边，铁指去那边，伯特九去那边。这个地方是没有，什么事也没发生的。秃鹫得了疾病，细菌武器的袭击。鹦鹉热，生化武器。哦，秃鹫它被隔离了，所以它不能用了。这新变态工好像都是挺贵的价钱呀，对吧？没有那种10块钱的嘛。好了，发现了。我们没钱啊！我操，敦煌。战壕有限公司职位邀请，薪水十分丰厚，多付一些奖金才把他留住。但是我们现在。支付高额奖金，提出无法抗拒的诱惑。我们没有钱，我操！为什么2000都没有？但这个是红的，什么意思？可以付的吗？敦煌要走。如果不选这个的话，就只能他离开。支付高额奖金，他可能还是会离开，所以我觉得。让他走吧。他是一名雇佣兵，以后我们难免会与他在不太友好的场景中相遇。哦，他变成敌人，敌对势力了。敦煌走的时候，他身上好像是拿了几把枪，是吧？妈个鸡，我没把他装备卸掉。不过他基本上我平常，幸亏他之前也没出过任务，配件没丢。他妈的，还是先出完任务，记得把配件和这个装备卸一下。枪我倒是很多，是吧？枪丢一两把都没关系，但是配件是很重要的。还有一个是这个防弹衣和这些装备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很少用，我没怎么买嘛，没怎么买嘛。这些防弹衣和装备倒是挺重要的，这个东西丢了就比较麻烦。这个枪倒是我们有很多，枪我们这个。我们这个里面，这1万把枪，枪我们倒是很多，枪我不担心。对吧？你们把配件卸一下，你们要走的话，枪的你们带走就带走，是吧？配件你别带走了。OK。清教徒还行，敦煌在秘密据点中。那把他打晕过来就好了呀，打晕过来直接给他枪毙掉，对吧？你还叛变，在秘密据点中，那是在这儿吧？对，敦煌在这儿，马上把你安排了。那个人体改造师南哥，本来是3680，4520，来。那我觉得南哥可以出这次任务。这个这里的话要这个赌圣和裁缝，对吧？来这个那边的话马上完了，应该不需要保护了。南哥在这等一会儿，等一下出下次任务。头盔扩展，制造设计图，战术支援，解锁了一个成就。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赶快看一下家里有谁能造面具在铸造是吧？先看一眼吧，消除较大区域的战争迷雾。
这个是可以，不过暂时我们的人派出去了，可能赶不上这次行动，但是这次行动应该是可以赶上，这次行动赶不上。氢蛋白和游击行动被解锁，氢蛋白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它还不能用是吧？那验尸官能用吗？也不能用。它需要阻断，用了 TST 就不能用这个，但是其实也没什么卵子用。他被审完了啊，那就直接给你枪毙掉。刚刚还解锁了什么玩意儿？一个是氢弹吧，还有一个是啥玩意儿？忘记了。我操，这里有他们有个十一级的哦，这都是十一级的。十一级的，算了吧。OK， 这个地方完了，我们先突击这里。突击这里的话，我们要用到，看一下 ，Yes， 正好八个人，这里有是，我们精灵、蓝哥、验尸官、古墓、波特酒、铁指、马驹，可以。精灵还是要上一下，精灵它有一个很好的特质，那个我很喜欢，就是关掉一个监控就等于关掉所有监控。蓝哥蓝的出一次任务，然后验尸官，我们两大怪物都出来了，两大怪物都出动了。蓝哥看看他的属性啊，蓝哥还是差一点，比验尸官差一点，他感知差一点，应该是他多他接受了那个有一个治疗是减感知的，我记得是好像是，他好像比验尸官还是差一点。然后就是铁指来一个，等级在哪里看？看不到等级。精灵，支援是那个马驹，马驹呢万年支援，还有那个什么，古墓是狙击枪 ，OK。精灵要使用一个伪装，精灵它有这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个紧密联系，精灵来使用一个伪装。然后看波特九是有这个伪装的，它有伪装，击倒、闪避、负载、快跑。铁指呢？直觉、战斗、提高最大意识、演员、击倒、快跑、闪避。来来来，波特九，哎，我觉得波特九来潜入吧。铁指应该会其他枪吧？对吧？是的。铁指这会就别拉冲锋枪了，喷子或者机枪都可以。实际上他这个枪其实也很烂，他会的这些枪都很烂，拉把机枪吧，再拉把冲锋枪。不行啊，不能使用三个伪装是吧？波特九主要是他根本就不会什么枪，他只能就是潜入了。精灵是我们需要他潜入，验尸官的话，验尸官还行吧，这个配置。铁指的话，主要他会的枪真的太垃圾了，这种机枪，这是最垃圾的机枪之一了，和那个比麻雀好一点吧。盆子是最垃圾的盆子了。这样吧，我们需要一个消音的东西，对吧？手枪都把消音器装上。我们手枪消音器他们有十二个，我的天！
会手枪的尽量拿把手枪。哎，那我们验尸官是不是也拿把手枪？验尸官不会手枪，妈个鸡！他是会，哎，他会 TT， 我们给他换个 TT， 我们就捡来把 TT 来就。TT 比 PPK 可就强多了。哎，好吧，也没强多少，稍微强一点。来，你拿一把 TT。这个它是会点四五和点四五比这个强，比这个 B 七六强。什么叫 B 七六？我操，不是 B 七六吧？这玩意儿是，我忘了叫啥名字，五七，好像也不像。然后机枪就别装消音器了，狙击枪装一个这个步枪抑制器。OK。然后。南哥这个伤害不行啊，你得给手枪补个伤害，八角弹筒给他，他们俩装这个切割螺纹。好，然后猪武器装穿甲弹，这个是比这是定番了，猪武器装穿甲弹。因为万一要开打的话，对面那个怎么说护甲基本上都上来了，不装穿甲弹基本上没戏。然后潜入的装这个碎骨弹，对，剩下两个装锯齿，在外面的这个手枪装锯齿的，两个扩容弹夹给南哥。你这个枪用的别用手枪了吧，南哥。啊，他也没有别的枪会用了是吧？南哥枪其实也不太行。VZ 六幺这个冲锋枪，就是这个蝎式冲锋枪，好像我们是挺少的吧？是不是？还是没捡到过，根本就。我怀疑是不是真的没捡到过？我好像查遍了所有人都没看到蝎式冲锋枪，就没有捡到过蝎式冲锋枪。南哥还有一把，南哥还有一把不擅长的武器，尴尬。哦，这还有个冲锋枪，切个螺纹吗？你用一个，看一下吧。这有个冲锋枪，这有个冲锋枪。两个扩容弹匣给机枪肯定装不了了，我们给外面的人吧，给这个装一个。胎撞针装一个，这样的话里面是差不多，就这样吧。两个伪装有消音，他有消音，他有消音，他有消音，南哥没有。好，然后拿装备了，拿开锁器，验尸官这个移动力它可以穿这个甲，兴奋剂拿一个，好，拿个烟吧，这个技术由他来了。铁指这个二七十四的移动力的话，给这个肯定不行，只能给，哎，哦，他可以穿这个，验尸官。是吧，你来穿这个重装背心 MK2 减一点移动力加十二点护甲的这个。铁指可能不行，它移动力很差，你只能穿这个普通的防弹背心。拿个几束炸弹，拿个针。OK， 存个弹，走了。对面应该是有三个特工，刚刚看了一下，应该是对面有三个特工。Go， 要安装炸药是吧？嗯，装炸药的图。但这应该是随机任务，应该不会触发就是强制战斗这种东西啊。我猜的，不好说了。现在一个啊，监控无所谓，我们有这个精灵以后，对吧？这个监控都不是事儿。这个地方好通透啊，
这要装两个炸药吗？哦，装三个炸药。这个地方好通透，就像工厂一样。还是七六，经典的七加六。外面应该是没有的，看里面。一个。这个图我觉得有点熟悉。厂房。两个。这边应该没东西啊。好看二楼。三个。四个。五个。六个。七个。楼顶应该没有了，那这应该还有。哎，这没有，这就监控，啥也没有。嗯，只有七个吗？可能又找漏了。哎，等一下打的时候再继续找吧，边打边找。难道这儿？监控不用担心啊，监控我们都有人来干。就看一下我们这个，我们上楼的话要走哪边上去？这个地方。直接走这边爬上去是吧？这边爬上去，这边看的话其实还挺宽阔的。这里怎么上去？要走这个梯子上去。楼顶它肯定不行，这有个梯子，这边是没窗户的，这边有窗户，这边有窗户，这样可以看官，可以吗？不行，这边挡住，要么就从就把那个设到这个地方，这样子的话从这儿也能看到这儿，就设在西面。我们的人走一号点，二号点，二号点可能也不太好进去。三号点是大门口，这太危险了，感觉。一号点可能好一点，他们可以从两边机动，两侧机动。然后这个我们反正精灵随便去摸一个，精灵只要摸到一个监控器就行了。那其实可以从二走。从一走吧，从一走，从一走 ，OK， 从一走。我们精灵只要摸到一个监控就可以了。我们一开始又有人打了针了，是什么 bug？ 应该是那个，应该是敌方的那个特工吧。I'm here。好，在这儿。Fuck, it's the fucking boss。都在一楼。I'm here。外面有一个南斯拉夫警察，好。你们怎么都在这个外面？啊，没关系，他们，看监控在哪里啊？啊，这两个太远了，让他摸这个，让警灵过来摸这个，把这个摸一下就行了。这边没什么好捡，直接过来，下一回合去摸那个监控。平民 ，OK。波特九对面应该有三个特工，小心一点。不过他们都是有这个，没关系了，他们都是有演那个演员的。主要是我怕外面的人没看到，里面都还好。来，看到一个特工了，在这儿。暴风雨，好家伙，他是固定哨。哎，不对，不是固定哨。他正好会走到这个位置来，那我们可以先跟踪他一下，找个地方把他锤晕，把他弄到大门口，可能不太好弄出来，要么走这儿弄出来，这儿倒是可以弄出来，也不算是禁区，但是，他会到这儿来啊，那我们就先在这个地方，就站在这儿，我们等下先去门外看一看。
从门外挪一挪。Uh-huh. 好，这四个人的话，啊，这个改造人和普通人就是两两一组，不要两个改造人一组。他们俩建议往这边走。哦，他四个是吧？到这个位置会不会看到？到这儿吧，或者到这儿了，或者到这儿了也行，就不会被看到。他们俩绕到这边来，去接这个人，把这个人扯晕后，然后验尸官和这个铁指走这边，对吧？去把这里清一下。等会儿，这个警察很烦人，把警察敲了。这边是可以过去吗？可以过去。第一件事，先把烦人的人敲了。现在我们人手很多，你又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这儿，那就再见了。Fuck, it's the fucking boss. 嗯，你不要走到这儿来，你要走到这个位置来，再处置尸体。敲晕警察反正没事，只要不敲晕他的那个一些人，对吧？这个也说过很多次。验尸官继续往前，验尸官这还是没有扎针的，我操，这个恐怖。嗯，这上面有一个，这是个固定哨，死神，这是个固定哨，我最喜欢固定哨，把它一敲，往这里一跳，从这个地方把人背走。我看一下撤离点在哪里啊？大门口撤离点有点危险，这边撤离点倒可以，我们这边已经把这个警察清空了，走那边确实可以，或者走这边也可以。嗯，第三个人看到了，特工全部找到了，这个就是敦煌，我们的前特工，对吧？现在给敌人卖命了，在这里。他是固定哨吗？他是固定哨。嗯，那也简单了。哎，我看一下，他们认敦煌能不能认出我的人？也认不出来我们这个演员。我操，那敦煌其实他自己就是演员特质而已。你看，哎，敦煌你这，嗯，我说啥好呢？他到这儿了，南哥直接。跑过来，149的血量，我操！验尸官好像没这么高吧？145也差不多，行啊。请您快。请你来摸一下这个，这个还是可以的，对吧？请你摸一下这个，把所有监控都关了。他会往这边走，哎，果然，你看会走到这儿来，对吧？我们在这儿等他就行了。开门看一眼。应该是没有人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这个支援，在我们要往那边搬是吧？想一下，等一下，南哥好像没有跑那个跑步技能，他只能够慢慢的自己就是人走过来。这边应该比较空旷，但是不能从这儿撤。从这边撤的话，平民有点多，可以从这边撤。其实我看看啊，把他打赢以后，可以从这儿跳下来，从这儿转移到这儿来，那应该没问题。南哥这边谁也没看到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只要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。那这个关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，我感觉。嗯，这边好像也没有人，对吧？啥也看不到，我们从这后面绕过去就行。
哦，这里有个锁住了，没事，我们这个可以开门，而且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过来，可以，应该可以摸过来。如果有人再说吧，没人的话可以摸过来，要么把这个门打开也行。不放心的话，我们验尸官可以走那边，走这边侦查一下。验尸官直接到这儿了，从这边接应一下。然后我们这个铁纸可能等会要铁纸，你先别动，还是谁不动啊？无面可能你要去配合，哎，不对，南哥扛了人以后，由验尸官过来接头，对吧？然后无面来，无面在这儿等着就行了。无面就是等一下接这个人，然后这个铁纸过去是要接这个人。OK，都分好工了。验尸官是要包抄，就是包从这边绕过去，到时候配合这个。南哥把那个人运过来，我们撤离点大概定在这里或者这里，对吧？都已经想好了。这里面有一个警察，警察就简单了，等下过去直接把他敲了就完事儿。警察就简单了。然后你要是个雇佣兵还麻烦一点，是个警察那，对吧？来了，直接个非法入侵，把他一背。他到这儿来望个风，上面都是固定哨。他到这儿来望个风，确认没人看到就行。啊，这应该都没人看到。他就一格嘛，马上等下掉头出去就行了。他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不太好接这个人？下面的这个平民有点多。看到没有？要么他得跳下来跑到博特角，要么得，好吧，这边打晕以后，可能得把他扛到这个地方来，等一回合跳下来，直接走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他到这儿来接。啊，不管了，这个事情先不管，我们先处理这边。My skills are at your disposal.上面他也看不到下面，对吧？他先过来检查里面，检查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人？那我就看看，我就看看而已。那是固定哨，等我从这边绕过去，把他一锤就完事儿。好，精灵把这个搞定了以后，精灵也回来，然后精灵来对付这个。他去对付那个，然后一路上把东西该接的接了。What's cooking？甚至我们可以先把人打晕，打晕一部分人也可以。有没有必要？暂时等下再说。今天巡逻兵应该是在那个仓库里头，就普通兵啊，应该是在这个里头。先出去啊！再检查一遍，有我们这个。战术偷窥来帮他开视野，确认没人以后就往前走。二楼应该是看不到这个。
这边有没有人还不好说，反正我们验尸官铁指这个配合一下，铁指过来把他敲晕吧，验尸官直接绕到那边去。铁指把他敲晕，铁指把他来藏起来。这上面是普通的巡逻兵一个，你看上面有一个特工一个巡逻兵，可能一个人还不一定搞得定。验尸官倒是没有这个，但是他可以从这边过来，他倒是没有伪装，但是他是从这边过来没问题。只有楼上一个巡逻兵，其他的没什么问题，下面全部都是，哦，都是一路畅通的。OK， 他被人过来贴墙走。这是一个重装兵，烟雾兵。你认不出我来，我随你什么兵。这也有一个，这是个狙击手。哎，蛇妖打击者啊，这样会被看到，两个人都在看，他是固定伤，所以他肯定会看到。这个倒是个巡逻，那我先装炸药吧，先装炸药，是固定伤。这是个武器加工厂啊，我操，生产线上都放着枪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好，请你往这边走。啊，全都是 AK 和这个 RPD 还是什么 RPK RPD。 他不会动，他也不会动。哎，你们俩都不会动是吧？ Yeah, me too。 OK，是拿这个机枪是吧？可以，但是不要进来，出去在门口把风就行。这儿有点危险，他到时候等到这个位置。这个好像是固定烧吗？这也是固定烧。好家伙，南哥都可以不用一直背着，把人放在这儿都行，先放在这儿。那边上面可能一个人搞不定。这边往上走，等会看从哪里上去，这个从这儿可以上去吗？上不去，这边上去只能走这个楼梯和这个梯子，那他可以从这个梯子上去，从那边过去。验尸官你就在这个地方等着，这个位置，等会万一需要你就直接冲进去把他们干死。 What's up motherfucker What's up motherfucker。
看一眼。OK。哟，这不是，对吧？哟，这不是。这不是敦煌吗？这不是我们的前同事吗？这边看不到的，这边应该都是看不到的。这不是前同事吗？等下他准备接人，他扛，他先扛完人，在这等一回合，然后跳下来走到这个地方，到这个地方换人。I read you.Okay. I'm here. 等一下，他要是扛完人跳下来的话，那就要重新进去一次啊。那也没关系，就是可以走这儿进去的应该。哎，对，可以走这儿进去，重新进去一次也没关系。Crap! Why me?哎，不对啊，他可以先拉完东西干完活再背完背人的时候还可不可以拉东西啊、哦、果然不行了，先放下吧，浪费了一点。哎，载入一下，浪费了一点体力，虽然其实也无关紧要，但是我觉得一回合多做点事就可以少过一回合，早点打完这一关。嗯，随机任务就赶紧打完。Fuck, it's the fucking boss. 我可以先把这个拿了，然后再，对吧？然后再装完炸弹把它扛起来。装完炸弹把它扛起来，是不是一气呵成？他是个固定伤，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人打晕，直接。他这个击倒是要扣多少意识啊？怎么感觉哦，他击倒平民是不用扣意识的，是吧？40意识啊！我觉得意识回的这么快，还是固定伤。不影响，那他直接可以扛了往下走，在这里换人就行。南哥，要不南哥先把人给铁指，换一下，南哥到时候去出任务，到里面去。哎，没关系。就放他一回合而已。I read you. 这俩人一回合我就可以搞定，真的。只要有个视野，一回合就可以把他们两个搞定。啊哈！Let's do this.人不会动。Crap! Why me?
把人背起来。啊，行动点数不足还行。那你可以把它稳定一下吗？也行动点数不足。啊，站边上，等会把它背起来就行。也没指望你能够怎么样了。看一下这里。两个人，但是都是固定哨，而且你们这个站的位置，笑死我，真的是笑死我。跑上来。看这站位，都是固定哨，我先把他敲晕，然后再把你敲晕，完事儿，全部搞定。What the？ 随便了，接着你就先站在这儿就。Yeah. I'm here.一回合跳不下来，只能走到这儿。那下一回合可以跳到这个位置。再说吧。I trust this is important. This 都不会动的，我的天！下面这人应该看不到啥。这一楼的人应该看不到了。他要不是靠在窗边。万一看得到就独挡了。33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恢复的过来。他这个击倒可能恢复的时间有限。不管。好家伙，都在看着这门是吧？I read you. 南哥敲他没问题，敲他肯定不行。你就不能走这儿吗？他过不去，他可以过去。What do you require？ 应该是让你给个发力呢。Excellent。那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可以。
行动。这就是四点移动力的怪物，行动，直接就是邦邦两下，只剩那边一个兵了。嗯，别，你先别动，我们也可以适当往这边走走。漂亮，可是尸体肯定是不够时间了，把这个文件拍了，把炸弹装了。Primary mission goal accomplished. Good job, team. Call the evac. 在这儿撤吧。I'm on my way. 南哥去拿东西。好，全部拿起了，走了。面试官刚刚反正打了针，我们直接往外面跑，去接这个人。他把人扛到这个地方去接这个人。铁指直接往那边走。精灵我觉得都没有必要那个了，你扛着人走就完事儿，我没必要换人。哎呀，无面全程就是看戏啊，还是基本看戏，不能说完全看戏。南哥等下从这边走。那他们俩其实他们都不用接了，波特就是吧，扛了人直接自己走过去就行。 Fuck, it's the fucking boss. 啊，不过验尸官扛人的话走得远一点倒是真的。
负载无意识觉或者移动加成啊，那可以，那不用管他，他们走就行了。还是那个一下吧，电视官看一下，他也有，让电视官来背吧，还是？这样会稍微快一点。车来了，What's cooking? Can't you just fuck off, eh? My skills are at your disposal.哎，结果他还差一点，波特九反而还差一个回合。抓了三个人是吧？应该我记得是升了级，要可以一次把三个人全升了。Stick a fork in us. We're done. 列奥尼达斯。AOG 这个是那个波特九擅长的武器，高速版。哎，之前我是不是也捡到过一个？弹弹簧装载喷射器，守卫加二每回合，啥意思？距离是吗？哦，这个是 M240 吗？还是 M249？M240 还是什么枪？啊，CAWS 倒是有。抓了三个人，一两个新化合物，一些情报，除了铁纸都升级了。OK， 为什么铁纸加的比我们自己还少？铁纸哦，铁纸也什么也没干是吧？铁纸什么也没干。这个可以啊，需要加显伯龙，这个可以啊，需要 FGF。等一下，141减到136，加二，那还是达不到141的那个程度，对吧？那这个呢？哦，这个我们还不能用，应该是，
阻断了是吧？那行，就这样吧。抓了三个人啊。还有你，敦煌，你马上也要被我们毙掉了。不想为我们工作，就只有一个下场，就是被我们毙掉。分析师凯，这个没有情报，这个也没有情报。那我们拿了什么情报啊？中箭的情报，啥也没有。哎。亚洲联盟，好了，应该就这些了，没有了。我们现在就只剩把这个突袭一下了，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三个人在审讯，行，全面侦查 ，OK。那这期就这样吧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次视频，我是零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